那这里是是高田食堂哈、哦，现在我们要去吃高田食堂。那高田食堂在哪里？高田食堂就在啊、哦、邮局85度C啊、哦、邮局啊85度C中原路跟长安街口这里啊、哦、这边吃的蛮多的。那前面那个就是真鲜啊、哦、真鲜。然后过来啊，这边还有那个臭豆腐，有臭豆腐，然后那边还有那个鱼肉烤饭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高田食堂，很好找啊。啊，对面就是那个 Jewelry， 就专门收金子的，还有珠珐琅。哦，中原路，那再过去那一边就是那个石会堂。如果要从这边走的话，啊、哦，这一个是杰士堡，啊、哦，那这边有吃的，有那个宝神，啊、哦，这中午应该也蛮多人。那这个是四海游龙，四海游龙。那日式烤肉饭。啊、哦，就是烤肉饭，然后隔壁就是阿新，啊、哦，阿新那个，面线，啊、哦，红花米烧，阿新这生意也很好，阿新红花米烧，然后隔壁又有自助餐，啊、哦，诊所也蛮多的了，啊、哦，这一条可以说是吃的，啊、哦，从邮局过来的话，吃的，最多的地方，啊、哦。那这边有一家新开的叫做啊、哦、凉色汉排骨，哦，这也可以买来吃啊，凉色汉排骨啊、哦、凉色汉啊、哦、凉色汉对面就是长安自助 7-11 啊、哦、你这边吃饭的话，这边有停车场啊、哦，这个是一般的话就20元30分钟，啊、哦，20元30分钟，这也是停车场，所以这边也有点二二就港式点心专卖，啊、哦，它在这个193巷这里，啊、哦，点二二，对面是肉老大。然后旁边就是荣丰五金行，啊，荣丰五金行隔壁就是很有名的蔡家泽骨科，啊，信义，啊，信义，长安药局，然后这边有大德牙医诊所，啊，这边有日式拉面，啊，日式拉面，然后这有永杰，啊，永杰药局，啊，前面也有那个。超大杯，啊、哦！这里有那个自助餐，等一下我觉得我也可以带你们买自助餐，这叫全家，啊、哦，全家自助餐，它、哦、名字一样哈、哦，全家自助餐，好、哦，买自助餐回去吃，好、哦，再来，对面就是东山鸭头，啊、哦。一个那个东山鸭头，啊，群安诊所，啊，然后再来就是，武则天，啊，武则天，啊，那卖那个，祭旗商品的哈，信泰药房，这都做很久了，这都最早都20-30年以上，然后就小北百货。小北百货隔壁是宜安啊、哦，宜安药局，这里有宜安药局要看一下哈、哦，这个它有一些那个足安天的哈、哦，还有那个一些那个保健食品也蛮卖多的，嗯。再过来就是我们的啊中医庙，中医庙，那这个是麦当劳。
哦，麦当劳不用介绍，哦，麦当劳就是127哈，哦，晚上的话，这边就很多那个摊贩，哦，那个美食摊了，啊，现在因为中午所以没有，啊，对，前面那有个米粉档，信泰药局的米粉档，那个早上好多人，哦。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油贩的哈，这个今天没开哈。封壳子，啊，封壳子就是卖手机的壳子哈，附件啊，包膜啊哈，手机的。再来就是康士美，啊，康士美。再来就阿寿皮鞋，阿寿皮鞋它就是，哎，现在都是用气垫的啊，你有那个。他也可以给你测定，哈，测定你的那个脚的弯曲度，这个，啊，他也是蛮连锁店。再来就元堂生药行，元堂生药行，啊，这是老的哈。那晚上的话有广东粥，这生意也很好，啊，广东粥。再来呢，就芦洲区农会，啊，芦洲区农会，啊，芦洲区农会。在宝岛眼镜，啊，芦洲区农会，它是115号，啊，然后就150个。那这里有一个灯，哈，啊，它是那个有12点，好像是中午12点。那它也会有温度，哈，啊，像今天的温度就是22度，啊，这就中医庙，啊，中医庙。再走过去也有吃的，啊，那你这边大丰这也很方便了，14路到三重台北有车站，232到善导寺，811到中心医院，哦，直接到，哦，啊，这个有那个表哥可以看，好，哦，那车子几分钟来，14号5分钟，2329分钟，哦，那再来就是那个是图书馆啊，哦，还有长安停车场啊，啊，哦，这里晚上也有一家南港啊，哦，南洋泰啊，哦，小吃店，哦，南洋泰小吃店。那如果说你在这附近，如果说你到中医庙吃，欠钱的话没关系啊，欠钱的话来这永久当铺啊，哦，永久当铺这可以来借钱啊。哦啊，你有那个，金马，你买在旧金哈，啊，这边有一些补习班哈，啊，有那个国中的，啊，国三呐，啊，这些补习班呐，啊，嗯。那我们中医庙呢？中医庙是，这一条路最热闹的一个中心点。哦，长安街最热闹的东西，哦，过来你就可以在这边停，这是机械式的，这跟永安，哦，那永康不一样，永康114个位置，那这几个位置我不知道，但是这临停是30，24小时至少是150块，如果是你停半天的话，像来这边上班的停半天是1500，然后停整天的话是，3600，哦。这里有一家 7-Eleven 哈 ，7-Eleven 还有云林鹅肉，哎，他现在还没开，还是今天不开不知道。啊，今天礼拜一可能不开了。然后103号特利屋，啊，特利屋，嗯。然后我们往前走，这就图书馆了哈。啊，那图书馆外观都有整理，现在都比较好看了哈。啊，不会旧旧的。然后再来过来就是99巷。99巷过来第一间就是唐拜天母也有啊，唐拜这家生意不错，唐拜，哦，唐拜这有红神，这个晚上开的哈，哦，再来就烤肉饭这里满满的人哦，生意超好的，烤肉饭哈，哦，都排队哈，哦，然后这样芦洲鸡王，再来这有一家新开的哈。哦，新开的
木木口茶饮茶果饮啊，啊，现在在试饮，有没有可能有特价嘛？这里有一个原味泉水机，这里叫我们的陈大药局啊。那就这个是已经到东华街了，陈大药局，这个是老店，三十几年了哈。那对面就是全联福利中心，现在以前是顶好了，那现在全联就它布置它的广告都比较好，然后对面有茶汤会，然后有中华电信，有建群，有里尔比欧科，那再过来就是卢美学牙医诊所，对，这样的。吃的，我们大概从那边到这里，我们就看到最少都有二十几家以上，再过来就是这个护士那这里有炸鸡的，还有小米屋这个便当炒的啦，炒的一些东西然后是护士护士那个影像的这边有公益彩电的这彩电行，那彩电行隔壁呢，这个是亚洲珠宝。亚洲珠宝，你如果要买珠宝，就在这一家买他跟你讲得很好，金价多少什么，服务非常好。这里有上银大屋，这个是一些卤味的，它是有那个有今天好像还没开始休假，大概就眼传的我这一只手机就是眼传的眼传。然后唐信子就是 Outlet 一些台韩的产品这曼都唐信子今天休息，周和豆浆也休息再来就美联社还有美联社，然后丰源那个排骨这里有一家七七七七石头火锅，七七石头火锅，然后有两全金香谱，两全金香谱前面有卖水果，两全制香谱，这都老店这里就73巷，就有三家超商，第一家就是全家。第二家是莱尔户，在 7-11 好，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我收尾就在丰源排骨这边收尾那边还有 US 我都无视，然后超前耳鼻喉科好，吃饱饱逛饱饱吃饱饱，卤豆最好。